既然都回来了，不要乱跑。我说好。我老婆说，人多的地方啊，千万不要去。我说没有问题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来到高雄，又这么多人帮我们李梅珍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最重要，充满着热情理想，青春洋溢，对高雄有重大使命感的市长候选人三号李梅珍，我们国民党江启臣江主席，我们最敬爱的许坤元议长的夫人林思瑜女士，我们高雄市曾议长跟各位议员，周锡玮县长，还有这么多云林县的张立善张县长，这么多的嘉宾、议员、里长、社团，还有最重要，我们现场所有支持我们李梅珍的高雄市民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市长好。市长好。市长好。谢谢。一样的场地，一样的场地，一样的时间，一样的夜晚，一样的高雄，一样热情的高雄市民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眼中的李梅珍跟别人眼中李梅珍，我不知道一样还是不一样。我眼中的李梅珍，我给大家报告，看到我永远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。第一，过去三年只要碰到我们市长候选人李梅珍，永远笑眯眯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露一下，然后呢，青春洋溢，活力四射。梅珍给任何人的一个感觉，只要跟他见过面，就会被他和善的笑容被感动。第二，当上高雄市长，碰到李梅珍，每一次就跟我说选民服务怎么样，地方建设怎么样，小孩子读书太热没有冷气，青年创业，还有他的选区左营男子的建设，每一次都为了市民朋友。我当市长，他当议员，我们沟通配合非常的好。李梅珍只要市民朋友选民的需要，都是一马当先。第三个印象，过去三年每一次把公事谈完，李梅珍就会叹气，唉，起丢啊。我说怎么了？好，我好想再生几个孩子哦。我说你怎么了？他说我真的好喜欢小孩子，我一定要再生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？我老是没有办法继续再生出来。我说我不知道方法怎么样，不过我结婚八年都生不出来。后来啊，我老婆啊，有一个老太太跟我们建议去煮那个鹅蛋，电锅打开来，不蒸鸡蛋，蒸鹅蛋，回去蒸好了吃吃看。不知道怎么样，我老婆怀孕。我说梅珍啊，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你，从此以后，李梅珍只要碰到我，报告市长，我有吃鹅蛋了。我也真的有吃鹅蛋，每一次讲了好多，他已经吃了多少颗？你自己跟大家报告一下。100多颗。他已经吃了100多颗鹅蛋，大家帮他掌声鼓励一下吧。你看我们八年以后吃了鹅蛋生下来了，我的大女儿韩冰，长得完全是鹅蛋脸了。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笑？我把这个方法告诉梅珍，梅珍吃了100多颗鹅蛋。后来我就告诉他，回去叫你老公啊，身体锻炼好，好，一定希望你们继续多子多孙。各位亲爱的我们市民朋友，李梅珍真实的个性就是如此，充满的欢笑，对选民充满的责任，对下一代充满着爱心，这就是真正的李梅珍。加油！大家帮李梅珍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到百货公司周年庆，大家看到
欢迎周年庆，买一送一。现在台湾台澎金马22个县市，唯一只有一个县市长，现在是买一送一，就是明天我们高雄市长的投票。我们到百货公司看到买一送一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亲爱的高雄市民朋友，发挥你的智慧，明天勇敢地投出一票，买一送一。2年前，新北市市长选举，苏贞昌落选，高升行政院院长。我们陈其迈高雄市市长落选，高升行政院副院长。台中市长林佳龙落选，高升交通部长。明天，我们聪明有智慧的高雄市民朋友，我们买一送一，我们市长投3号李梅珍，让行政院长给陈其迈做好不好？好。